我是富二代啊。嗯。好棒呀！哎呀。香厉害吗？香牛，二老大兄弟。别结束啊！还有谁？其实我你猛，你能比枪狠吗？每周五能够坐在电视机前准时收看《奔跑吧兄弟》是件好幸福的事情，有没有？贱男配美女，各种毁人不偿命的游戏设置，真是让人笑出腹肌，有没有？不过就这么坐着电视机前，总觉得不太过瘾，有没有？都难信。《奔跑吧兄弟》即将全面升级为同名大电影《奔跑吧兄弟》，并且是 Plus 级别的哦，能在影院里和几百人一起爆笑，而且看的还是震撼画质的大荧幕，那感觉和自己坐电视机前可是天壤之别。别人都说跑男电影版是来捞钱的，其实我们是来烧钱的，没错，有钱就是这么任性。我们承诺，电影版跑男演员更疯狂，嘉宾更强力。话说回来，最值得期待的是几位主演的全新升级。喂，说好全新升级，连绿杯都不抠嘛？不过我已经从画面里感受到几位主演浓浓的牛仔气息。除了几位主演，电影版更是请来了重量级嘉宾，此等豪华阵容必然会让你……哎呀，怎么样？果然不出我所料，看着这翻云覆雨、惊心动魄的画面，感觉世界都充满了爱。电影版的名牌大战也进行了全面升级，不仅有明争，而且有暗斗，靠蛮力就只能呵呵了。所有的人知道这只有一个人在。小兰兰有没有感受到剧组的善意呢？超多积累，强大团队。电影版《奔跑吧兄弟》可谓是360度环绕立体式拍摄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海里游的都是应有尽有，而且制作水准都是电影级别的哦。快看这些极致的道具！喂，道具大哥，这是骷髅头，不是咸鱼好吗？还有这鸟笼，未免也太大了！擦，这笼子居然是关人的！还有群演为什么穿成这样？还有这样、这样、这样！看到这些幕后工作人员，不禁开始对《奔跑吧兄弟》电影版有了更多的期待呢。大荧幕震撼画质，一想到电视机上看到我朝思暮想的 baby 女神都是这样、这样、这样，只是叫人心塞不已啊！不过看电影版跑男完全不用心塞，震撼的画质，令人心碎的视觉享受，你难道没有想跪舔屏幕的冲动吗？博广大情绪不断，电视节目总会在关键时刻插播广告，比如这样、这样、这样，简直是丧心病狂啊！有没有？不过不用担心，看跑男电影版的时候，我们承诺给你一片纯洁的画面，绝对高清无码。五点一声道，身临其境。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看到这一幕，不用我说，大家也会跪在地上笑了吧？那么五点一声道会有怎样的体验呢？3、2、1，开始。没有错，是不是感觉身体都在颤抖了呢？盘点了那么多升级，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爆笑升级。奔跑吧兄弟电影版就是让你笑出腹肌，所以敬请期待吧。